身体贴近，深深爱那拥吻。假使心声听到，你会否舍弃告别，埋没我心深刻的教训？仿佛对你抹恨，怎么投入到凌晨难就寝？天色不必再暗，仿佛这叫命运。毕竟当天你也会有心舍弃辈分，营造气氛怎么不配衬？苦海里也自问，兜兜转转碰到某某君，仍愿意等。若未怕开，未能去爱，然而分开仍能记载。当天原来伤心何来，心根本依然从未放开。未愿怕开，幸而有爱，原来精彩才能记载。当天何来伤心阻大门外？潘石将你个汉奸，你竟然杀咗王大哥！阿爷，唔好啊！也没路。重点稍作。探せ！リスト探してくれ！さっさと追いつよう！探せ！你点解去晒头先嘅人？你点解会嚟呢度？我嚟搵我伙计，点知喺呢一度，我见到头先嗰个人。咁我觉得形迹可疑，咁我就问佢几句，点不知佢知道我系自治委员会会长，佢就袭击我。咁我出于自卫，我先开枪打佢啫嘛。少佐，冇咩事啊嘛，佢系咩人嚟噶？你真系唔知佢咩人？你个伙计田孝仪冇讲俾你知咩？你唔会唔知道王振刚系咩人？系啊，王大哥系我救嘅，我救佢系因为我哋大家流住中国人嘅血，中国人救中国人，天经地义。更何况王大哥要背负打败你日本人嘅使命，你竟然够胆同皇军作对？系啊，我要同佢作对咁点啊？少佐，你唔可以杀佢噶。点解唔杀佢？我一早就话呢个人有问题，你仲要留佢喺身边？如果你杀佢，你会后悔。你到底想讲啲咩？我有啲嘢想俾你睇。将我条链俾佢啊！条链系边个俾你嘅？你俾翻我啊！你受手唔好整污糟我妈条链啊！俾我条链我啊！黐定！俾我条链我啊！俾我条链我啊！快俾翻条链我啊！你走，押佢翻去。系，好，俾我条链我啊！我知道你想点？你哋啲日本人最叻就系虐待人噶啦！我话俾你听，我唔会惊你嘅。坐低，多谢。吓，你究竟想点啊？俾翻翻条链我啊！坐低，俾翻我啊！咩意思啊？你自己打开睇啊！你点解会有我同我妈张相喺度？你边度得翻嚟噶？我记得我第一次踏足中国嘅时候，
就是22年前的事。当年我为了学习中国的语文和文化，所以远渡由日本去到青岛读书。由于语言不通，我没什么朋友，很多时候我都一个人。直至有一天，有一个女仔出现了，她改变了我黑板孤独的日子，或者这些就叫做一见钟情。这个女仔又漂亮又善良，很快脆，我已经认定了她将来会是我的妻子。虽然我还未毕业，但我决定向她求婚，她也答应了我。我们组织了一个很幸福的小家庭，我继续读书，她就继续在大学里面打工。一年之后，我们的仔终于出世。当时我以为我一世，我们三个都会很开心地一起生活。但没多久，我收到我爸爸在日本寄来的一封信，他说他在日本病得很厉害，叫我立刻回来。但是回到日本，一切都不是我控制。当时我爸爸用死来逼我，要我跟一个军官的女结婚。我逼不得已之下，我答应了他。于是我唯有写信回中国，叫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不要再等我。虽然我没机会再见到我妻子，但是她是我最爱的女人，就是你妈莫桂兰。不会，我妈不会跟我日本人一起。你说大话，我离开你的时候你还未有命。田孝子，就是你妈不想你一个日本人的名，但是事实上她有一个日本人的丈夫。田孝仪会帮你安的，你的正名就是松田孝仪。你说大话，我不会是日本人，我不会流着日本人的血的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但这个铁一般的事实，你身上有的的确是日本人的血。你乱说，我不会相信你的。我没乱说。当我知道我有机会回来中国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在找你，但我找不到。我在想，如果不是你妈想避开我的，就是她已经……你不要以为妈死了死无对证，在那乱说，我不会相信你的。你这样说，就是她已经死了。我对她不住，连想去个补偿机会都冇。你不要再喺度做鬼，你唔好占我妈便宜得唔得啊？冷静啲，我讲嘅系事实，我唔会信你咯。讲大话，我唔会信你。我要带你翻南京，我迟下带你翻日本，翻去属于你自己嘅地方。我唔会跟你翻去，我系中国人，呢度先系我的地方啊！你以为你仲可以喺呢度咩？当佢哋发现你有日本爸爸嘅时候，佢哋可以容纳你咩？迟啲你会知道，你根本上就冇得选择。少佐，我哋已经彻底搜查过，但发现唔到黄振刚嘅尸首。另外潘世昌方面，我哋亦都搜查过，但发现唔到任何嘅名单。睇嚟今次可能真系唔关潘世昌嘅事。我帮你哋嘅松田少佐揾翻个仔啊！我立咗大功啊！点解唔俾我出去？去，去，爹爹。少佐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没搞清楚，所以我才留在这里呢？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，我绝对不可能就这么顺利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事，你问我，我知道的，我一定如实作答。我真的明白，你怎么知道孝仪是我儿子？是这样的，早几天我执到孝仪的链坠，
入面有幅相，同你台表幅相一模一样。喺嗰阵时我就知道，孝义同你一定有莫大嘅关系。点解唔第一时间讲俾我知？因为你从来都冇讲起呢件事，而且我亦都唔知道你揾紧人。少佐，我同你做生意咁耐，如果我真有咩古怪嘅，你一定会知道。而最重要嘅系少佐你冇伤害到你自己亲生嘅仔。你再讲清楚俾我知，孝义仲有冇其他嘅朋友喺附近住？有，佢有朋友住喺附近，孝义成日都揾佢哋。咁好，听朝你同埋中居去出边彻底搜查下，我一定要揾到我要揾嘅嘢，知啦嘛？系少佐。送俾你噶，送俾我？嗯，你而家咧要望多啲靓嘢，第时个苏克出世先会靓噶嘛？系咪真噶？计我话咧，四妈而家应该食多啲有营养嘅嘢，咁佢同个苏克先会肥肥白白、健健康康噶嘛？大小姐，你睇下。潘世昌带住班日军嚟嘅，唔得，我入去睇下咩事先。大姐，你唔去得噶？点知嗰个潘世昌嚟做咩噶？万一佢难为阿爸阿妈，咁点算啊？你咁大声啊！如果万一俾啲日本军发现咗，我哋仲麻烦啊！何况四太太而家粗心大细，我哋冷静啲啦吓。系咯，根叔讲得啱啊！如果俾啲日军发现咗，咁就麻烦噶啦，快啲匿埋先啦。系啦，我哋匿埋先啦。我哋怀疑。你哋窝藏咗一个偷咗我哋皇军飞机嘅中国籍军官，到底收埋咗佢喺边度？冇啊冇啊，你哋搞错啦！我哋搞错？我哋经过深入调查，知道你哋有人曾经同佢接触过，到底喺边？我哋点会接触咩军官啫？我哋乜都唔知噶，系咪啊，老爷？我哋冇窝藏咩军官，我哋皇军冇证据嘅，就唔会嚟呢度揾。你哋唔系捉咗孝义哥啊？田孝义俾我哋拘禁住，佢而家点啊？咁你即系承认你哋曾经窝藏过嗰个军官啦，系咪？好，哪里も見つかりません。なんやねん。みんな、しないで、戻れ、行け。好。冇啊，冇啊。行け。阿布，阿布，阿布，行け。阿布。要捉走阿爸妈嘅，站住啲。咁而家点算啊？唔得，我要去救阿爸妈。得儿唔可以噶，你一出去，你身边人捉走咗咩？究竟发生咩事先得噶？成件事就系咁啦。点解阿爸要咁傻，同田孝义癫啊？而家俾啲日军知道咗，佢哋就死无生噶。咁而家啫，阿爸同阿妈咪，我儿啊，唔好咁啦，或者事情仲有转机噶。仲有咩转机？嗰班日本兵都冇人性嘅，就算冇证据，随时都会杀死阿爸佢哋噶。唔得，我要双桥镇揾潘世昌，我要救佢哋。大小姐，你唔去得噶。万一老爷有乜不测，我有咁嘅状况，四太太同四小姐要你照顾嘅。咁好啦，我哋翻去再慢慢谂办法啦。诶，唔可以翻入去住噶，万一啲日军翻转头嘅话，咁就麻烦噶啦。冇错，我哋喺度呢度一阵，希望上天有眼，保佑老爷冇事，早啲放翻出嚟。你哋冇证冇据，点可以随便就拉我哋翻嚟噶咧？好，你三个都几口硬，讲。究竟收埋黄振光啲嘢喺边度？好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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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难！你唔同合作啊嘛，你又唔同合作啊嘛，好。
我就能嘅你。拖佢个隔篱房，咪住咪住，你敢喐我女一条头发，我同你搏命！死路啊！我同你哋，我同你哋合作，只要你意思唔好伤害我爸同我大妈。你肯同我哋合作？系，不过我要单独同你倾下。你想同我倾啲咩？你放咗我爸同我大妈，唔关佢哋事噶。藏田少佐一日未揾到个军官，一日都唔会放人。但我啲家人真系咩都唔知噶。仲有孝义哥，你一定有办法救到佢噶，系咪？我坦白同你讲，我而家自身难保。咁唔通你眼白白睇住佢死咯？你放心，佢好安全。藏田毅唔会伤害佢自己嘅仔。我是说田孝义是松田毅的亲生仔。不会的，孝义哥他不会是日本人来的，我不会嫁给一个日本人的，孝义哥不是一个日本人来的。你们有了婚约？他现在在哪里？他现在跟他爸爸一起。那你不用担心，松田毅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伤害你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不会伤害自己未来成家。你同我斗气唔紧要，唔好同自己健康斗气。啲餸菜冻噶啦，食咗佢啦。我呢度办完事之后，带你翻南京。我唔会跟你翻去，就算我饿死，我都唔会食你日本人嘅饭，更加唔会认一个日本人做老豆。有你，松田少佐，进子成点啊？我只喺佢哋身上边揾到呢啲嘢，睇嚟佢哋唔知道黄振刚同名单嘅事。你哋祝我平安，你将佢点啊？如果平安有咩事，我一定唔会放过你哋噶。听讲你同个顾平安自细青梅竹马，你要杀嘅就杀我，你唔可以搞平安一家人噶。我可以唔搞佢一家人，但你要同我翻南京。我可以应承。你要翻南京嘅话，顾平安一家可以安全无恙，你考虑清楚。你睇到佢哋安全离开，而家你放心啦。松田少佐，我已经放走咗佢哋。亦都照你嘅吩咐，向呢度嘅人交代过，叫佢哋以后唔可以骚扰顾家嘅人。我应承你嘅嘢，我做咗啦。你唔好唔记得应承我嘅嘢。一切安排好之后，我搵人通知你，叫你起程。我想单独同潘世昌讲几句，得唔得？我想问下你，你系咪一早已经知道我系松田毅个仔？几时知道唔重要啊，最重要嘅系两父子可以团聚。我终于都明白，由南京开始，点解你咁照顾我，咁帮我，救完我一次又一次，原来你都系处心积虑，用我嚟讨好松田毅噶系嘛？你自己有咗答案啦，仲问我嚟做咩啫？喺安全区嗰度。我仲以为你已经做翻个有血性嘅人，唔再系唯利是图嘅奸商，以为你系一个值得交嘅朋友，点解全部都系假？潘世昌，你根本就系一只走狗。我系走狗，我系汉奸，我要不停咁样适应先可以生存到。我而家帮松田毅揾翻你，我系佢恩人，佢以后就会好好咁关照我。孝义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呢个道理。你要好好记住。
花姐啊，你睇清楚未噶？啲日军系咪真系走晒噶？我睇唔见有人啊，应该冇人把守噶啦。大小姐，我哋唔好大意啊！啲日本军啊，好奸狡，仲系小心啲好。系咯，睇清楚啲先啦。不如咁啦，我出去镇度打听下消息先啦。不过为安全起见，根叔啊，你带佢哋匿埋先啦。咁都好，但你要小心啲啊。你哋冇事嘛？我哋冇事啊，担心死我哋啦！冇事啊，我哋大家一家人都冇事。好啦好啦，我哋翻去先啦，啊！在啲日本人唔追究啫，我哋今次啊真系死过翻生。阿平安，你同阿孝儿啊系嘅，救嗰个军官仲咩至得噶？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唔好嘈啦，冇事就唔好怪阿平安啦。呢件事我都要负啲责任噶。阿平安，其实我睇你唔使担心阿孝儿嘅，正所谓苦读不吃儿。那個松田毅點都唔會傷害自己嘅仔啩？阿爸，你講咩話？你話松田毅個仔？你話孝兒係松田毅個仔？咁孝兒哥哥咪真係日本人咯？點解佢要瞞住我哋㗎？我話咧，嗰個孝兒啊係間諜嚟㗎。佢唔係間諜嚟㗎，佢從來都唔知道有件咁嘅事，佢一直都好憎啲日本人㗎。根本所有嘢就係潘世昌講嘅啫嘛。个真相系点，我哋都唔知道。但系点解潘世昌会知道孝儿嘅身份噶？咁孝儿哥哥咪即系松田毅个仔，咁咪唔可以同而家姐结婚咯？梗系唔得啦！我哋点会俾阿平安嫁日本人啊？我知道你瞓唔着出咗嚟，但我见你又冇披翻件衫，我惊你冷亲啊！你系咪好担心孝儿啊？放心啦，佢份人咁好，个天唔会俾佢有事噶。四妈，我个心真系好乱啊！我从来都冇谂过孝儿哥个爸爸会系一个日本人。如果件事真系真嘅话，我真系唔敢想象孝儿哥知道咗之后会点做。佢咁憎日本人，佢一定接受唔到噶。你冷静啲啦，而家所有嘢都系潘世昌讲啫嘛，都仲未确定到孝儿系咪嗰个松田毅个仔，或者系搞错咗，又或者系潘世昌另有用心咧。我真系唔知点做，我真系好担心孝儿哥。你知唔知道？你教识过我一样嘢。我教你？你教识咗我，一个人最紧要坚持自己嘅信念。只要你相信得嘅，就真系会得。
好似你啱啱入嚟顾家，呢度个个都唔喜欢你，你大妈甚至想讲你扯，但你依然坚持佢哋系你屋企人，所以无论佢哋点样对你，你都要对佢哋咁好。你睇下而家，佢哋个个都接受咗你啦。四妈，你放心啦，孝儿一定会冇事翻嚟你身边噶。我而家只系希望，就算呢件事真系真嘅，孝儿哥佢都会支持得住，千祈唔好乱做傻事。咩事啊？点解日本人要带走钱先生？系咪知道佢带走啲白米同埋药物俾我哋啊？仲会对佢咁客气、咁礼貌咩？吓，唔系啊，真系。跟住睇下。哦。咦？点解佢上咗少佐架车噶？唔通佢系少佐个仔？唔系嘛？咩唔系啊？我听日军叫佢做少爷噶。吓？咁佢送药俾我哋？哼，唔系佢边有咁多物资送俾呢个送俾嗰个啊？原来佢唔系汉奸，系日本狗啊！我睇唔出有啲咁嘅人嚟，系仲枉我哋咁信佢。主文杂物交俾你，放心啊，少佐，我会睇住佢。你小心啲啊，俾呢啲药患者毒药啊！日本人边有咁好死啊？可伯死之前啊，就系食咗佢俾嗰啲药啊，嗰啲药咧一定系落咗毒药。你又唔知道双桥镇揾个顾平安嘅女仔，平安啊！你系攰嘅，入房唞下啦。寻晚都冇乜好瞓过。我冇事啊，爸。老爷，做咩啊？弊啊！吓，我见到成班日本兵嚟紧，唔知发生咩事啊？哎呀，佢哋又识嚟做乜嘢啊？咁我哋快走啦！成件事嘅啫，做咩啊？做咩啊？冇理你啊！冇理你啊！而家，吓？重田孝儿喺边度？睇下佢而家。唔系孝儿哥发生咩事啊？啊？女二人だけいます。坊ちゃん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うん。
哥会点啊？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如果你唔想你屋企人有事嘅，见到后即刻通知我，知道吗？佢走甩咗。所多米阿靓。点解夏月会走咗嘅？佢一定系接受唔到自己系日本人。都算佢有啲骨气。如果佢唔肯认少咗做阿爸嘅话，激嬲到日本人，咁就唔知有咩效果啦。唔会拉佢打靶啩？话晒都系佢自己个仔。咁夏月哥哥会唔会嚟揾二家姐噶？田厚义佢平安无事，就算佢真系流住日本人嘅血，佢都一定会一个好嘅日本人。义父，厚义，义父，厚义，你冇事。你冇事就好，我哋好担心你嘅。你哋已经知道晒真相，因为仲田毅带人嚟揾过你啊！我发梦都估唔到，我竟然有个爸系日本人。我最憎嘅就系日本人，而自己偏偏就流住日本人嘅血。厚义啊，最紧要你仲有中国人嘅心咁就得噶啦。喂，大家都会明白的。你明白我？你有日本人血统，不是你的错。难道日本人不可以是好人吗？相距就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有个日本阿爸，他们不会接受我的。你不需要理人家怎么看你的，至少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整家人都会接受你。或者我哋可以同埋你一齐去一个冇人知道你真正身份嘅地方住咧，我哋可以重新生活噶。不如我带你翻去先再讲啦。浩儿啊，你喺附近匿埋先啦。从前派了很多人在我家外面守住，我会想办法带平安来的。你要小心一点。你也是。你看，害死我爸的日本仔，原来是他逼我爹吃的，是他害死我爹，是你害死我爹的，死日本仔！走！我打！我打！
胡志刚老师，得，如果你要杀佢哋嘅，杀我先。浩宇，浩宇，佢两家人翻去嘅，我就唔杀佢哋。点解？点解你要孤立我？点解你要逼我啊？大少爷走。系。出咗去咁耐都未翻，唔知会唔会有咩事啦？老爷，啊，不如我出去揾下佢。哦，快啲啊！我即刻去啦。四奶奶，翻嚟啦！你冇事嘛？奶奶做咩啊？我要揾老爷同平安啊！喺度边啊？老爷，平安，平安，咩事啊？啊！我见到孝儿啊！喺边啊？我头先附近散步撞到佢，我谂住同佢一齐翻嚟，但系点知俾曹燕雅你哋捉咗佢啊！咁佢而家喺边啊？嗰班日军好似压咗佢上车，要翻南京啊！平安，小姐，平安啊！平安啊！而家姐会唔会搵到孝儿哥哥噶？你不如担心平安嘅安全仲好啦。平安，张天同孝儿两个啲咁苦命啊！我头痛啊！哎呀，睇嚟好似生得啦！哎呀，四妈，喂，快啲揾大夫啊！老爷，我即刻去，我即刻去揾大夫，快啲！佢話根仲未翻嚟啊！下啲就翻啦啩，不如我出去揾根叔啊！你一來一回啊，咪仲嘥時間，咁點算啊？老姐，平安啊！你一路翻嚟有冇撞到阿根啊？冇啊，咩事啊？生得啦！嚇，生得啦！哎呀，咁點啊？阿根點解都未翻嚟啊？咁我揾佢啦！趕唔切噶啦！你等我嚟啦！嚇，得唔得噶你？唔得都要得啦，遲下兩個都保唔住啊！你兩個入去煲煲熱水，阿平安跟我嚟啊！哦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啊，快啲！哎呀，老天爺，老天爺，希望你保佑玉鳳大小平安啊！啊，我痛啊！你忍住啦，我就嚟出嚟噶啦！忍住啦，嚇，忍住痛啦，睇住。摆到啦，摆到啦，忍住啦，细路，你忍
就得噶啦，用力啦，用力，差唔多啦，再用力啦。姑爷，跟姑爷，大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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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，快点。上咗啦，咁我点啊？唔该你帮我把把脉啦。哦，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得意啊！阿爸，老爷，系咪生咗？恭喜你啊，仔嚟噶。老天爷有眼，我哋顾家终于有后啦。玉凤，嗱。